家除恶患，受其威严。啊，这恩威名实的，还是这个学生才比较受教。啊，其实用任何的方法，最根本的还是为了孩子好，为了孩子能真正有德行，真正学到东西。啊，这是父母老师的自始至终思考问题一个最根本的角度，怎么做才能为这个孩子好，有这一份心才能因材施教。下面提到第四件事，为补地补失学。这个地啊，是指天子祭天，是大祭，一般在夏天的时候祭，叫地。而且呢，这要祭祀还要先卜卦，决定了哪一天祭，而且是祭祀完之后啊，才去巡视国学，看学生学的怎么样。所以一年呢，不会想到就去看学生读书，不会频繁，反而打扰到学生学习了。所以一般都是夏天大祭之后啊，再去巡视国家办的大学的情况。为什么呢？尤其是学习不能常常被干扰，而这个游就是悠游宽暇，学的比较悠游自在，比较宽松，不会动不动就有人来巡视啊，有人来看，都会干扰到他学习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大学里面的教育啊，它很强调一种悟性的提升。啊，那悟性呢，不是像那个知识一直灌进去，一直灌进去就是学得好，而是能够不被打扰的，心能静得下来，好好的学习。所以悠游罕游，这个游字就有这个。但是这悠游罕游呢，不是学得很散漫哦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很主动，但是是呈现一个很放松的状况，去领那圣人的教。一个人学得很紧张、很紧绷啊，很难体悟圣贤的学问哦。下面提到啊，食官而富裕，叫这些大学生啊，时时观察他们的情况，但是不要急着要给他们讲很多话，好像要叮咛这个啊，指导那个啊，不用太急着要跟他们提醒一大堆。教小学跟教大学不一样，小学他规矩还没建立起来，所以要叮咛很多生活的细节。那他已经是这么大的年龄了，这就不要很啰嗦，反而让他在学习这些经典当中慢慢去体会，叫存其心。纯就是让他吸收的过程慢慢的去深思，去感受，然后自己啊有所得啊，很欢喜的啊，老师我学这一段呢，我有什么体会，那是他自己悟出来的。讲的时候再
借由他的感悟啊，去启发他。哎，你这个悟得很好，很难得，鼓励他，肯定他。接着说，你这个体悟啊，像在哪一些事情当中呢，也是同样的道理啊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可能那个时候啊，在跟他引导，他已经悟性了，他可以引导到呢，他对整个事理的深度、广度啊，再继续增加。不然悟性还没出来，你继续给他灌很多东西啊，有时候会把他的悟门给堵死了。大家注意去观察这个时代，小学生有悟性还是大学生有悟性？照说应该悟性越来越高，可是那个一直填一大堆知识都不让他去感受的，他的悟性会塞住。不相信我，大家可以去做实验。你到一个小学去讲24孝，底下的小孩会哭。你去大学讲讲看，你要找到一个哭的都不容易。他能哭，他的心是感悟了，跟那个圣贤人的存心是相互呼应了，是他流眼泪。那为什么年龄越大又哭出来了？麻木了，他的感悟能力没有被开发，统统是记一大堆知识就把悟门给守住了。小学生比较有感情还是大学生比较有感情？这应该是越学越可爱才对啊，是吧？所以这些地方啊，我们都要去看。一个学生呢，他有一个能力啊，很重要，就是悟性要不断提升，他才有智慧。是死了，不是死读书了。他有智慧，他可以活学活用在他的生活处事当中。好，下一个呢，又讲到幼者听而弗问。这个幼啊，是指后面才进班的，他可能才进来几天呢，比较短的时间。他刚进来，可能对整个班级的状况还不是很熟悉，对课程也还不是很了解。这个时候啊，让他先别讲话，别发问一大堆，先了解一下，熟悉一下，然后让学长学的比较久的人多发挥，多提问，这个也是一种。你说资历最浅，话最多，感觉怪不怪？或者客人到你们家，你儿子话最多，你的话比他少多了，奇不奇怪？现在这个时代好像不奇怪了。以前大人讲话，小孩不可以乱插嘴的，这是规矩。还问了再讲，现在也不管大人讲话的时机怎么样了，他想讲什么啪就出来了，这个都无形当中那还是不懂礼貌的。所以幼者听而弗问，对一个求学的人来讲，他也比较谦退，不要一到一个地方啊就非常张扬，张扬啊，就跟谦卑不相应，这对他的学习非常不利。谦则受教有地，取善无穷。牵挂六爻皆吉，就在这些教学的规矩当中，把谦卑啊，无形当中提醒学
全部裂的这个裂就是不愉悦，还是有他的掌用伦常。所以这七点这是教育的大的规矩啊，大的条理，也可以是伦理。教育里面这七点所以这七点呢，就无形当中呢，它形成一个境界环境呢，对一个人的一种教化。他一进去啊，即时的，一进去就学小雅一山，他那个志向就能够被启发。到学校去几乎非常慎重。请教书是要有家族的，非常的肃穆庄重来面对求学问，所以这一些做法其实都是为了让学子能够得形成好的心态，能够在他求学当中不被干扰。我们看下面讲到的记曰，这记就是指古书的记载。凡学，凡是求学啊，观现世，世现之，其此之谓。这一句里面提到这个现世，就是学子在接受教育的时候。一开始就让他，比方他要学习为官之道，那就先学小雅一山，他的为国父母的情操出来了，是先知，读书人先立志。好，所以他学习就非常有目标啊，非常有方向。像我们学习中华传统文化，那我们立志了没有？你们没有反应啊？为往圣继绝学啊，为万世开太平，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啊。君子要知道这一生的使命在哪里。他在学习传统文化，首先他就立志，他对家庭有什么责任，他对社会国家有什么使命，他目标非常明确。所以这一些教学的设施，教学的这些方法，都是为了让学者一开始就非常正确的目标心态，应该就是这个道理了，叫其次之谓乎。下一段强调的教育啊，应该重视它整个内容还有课程安排程序，而且呢，教育也要跟生活结合在一起。我们来看经文：大学之教也，实教必有正业，退习必有居学。大学的教育，这个实质呢？是古代教育，它配合春夏秋冬来教。春秋教礼乐，夏冬，冬夏教诗书，这是它的课程安排。居有常，
所以呢，他课程呢，都是一季一季啊，来施教的。那比方说，他春天啊，他学礼，那几个月呢，他就专注在，因为教之道贵专，他这一段时间通通定了，定可以开会了，他一定有悟处了。但我们现在教育呢，都没有，可能没有抓到这个贵专呢、啊，是不是根据春夏秋冬变课？不是、啊，一天的课哦。就有三四科了，第一节语文，第二节数学，现在一节课多久？小学是35分钟，是不是？30分钟啊！哇，这30分钟还在状况外啊，已经换下一科了。所以他一天呢，频道要换好几次。大家想一想，这个脑子会呈现什么状况？30分钟数学，30分钟英文，30分钟，华语，30分钟，马来语。孩子的脑子都被教坏了，他必须非常紧张的把这些东西都记起来。请问入不入心？记到什么时候？趁到考试，考完了，全忘了。那不是用心去悟的东西，记不长久。一记的东西呀、啊，他忘得也很快。我们读了十几年的书啊，我们是同病，我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哦。告诉大家，我们这十几年读下来呀、啊，你们有没有哪一次是读哪一科，然后哪一段？哪一句让你的人生终身有启发？有没有？哪一句？十几年没有一句哦。哦，你刚好学了以后，3天以后，突然灯开悟了。哇，这句话太受用。所以这个贵乙专呢非常重要，它不断的在含有，不断的在领会，突然它就涌出来。所以我们现在啊，要深思了。我们学了十几年哦，脑子像浆糊一样，什么也记不大起来了。希不希望下一代继续下去？不希望怎么办？哇，这个时代爱莫能助，很无奈哦。无奈也要扛起这个责任。为什么？丧失民族自信心的结果，这么好的教育方法，我们不用了，统统外国的月亮比较圆。看现在教成一塌糊涂，所以人是确实在这个时代不理智。英国、美国青少年问题严不严重？很严重啊，他不是这么教出来的吗？结果我们还跟着他教，我要冷静。但是现在科学时代，你觉得这样好嘞？你拿证据来，有没有用这样教的？怎么办？
他就拿谁怕谁，乌龟怕铁锤是吧？我所以这个时代要弘扬正法，弘扬对的道理啊，这么不容易哦，你得把结果做出来。所以师长啊，联合国把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智慧告诉大家，可以解决家庭、解决世界的问题。哦，他们听，哇，你讲的真好，可是是理想，做不到。所以师长因为听到了这个反应啊，觉得是这个时代是信心危机啊，再不做出效果、做出榜样，人没信心的。所以在2005年底啊，在汤池成立庐江文化教育中心。那我们今天学《礼记》学籍啊，要恢复老祖宗教之道归一传的这么好的方法，也得做实验哦。老师在哪里？谁来教？你们怎么没反应啊？这个时候你们会常常想起孟子的话：“当今之事，舍我其谁？”告诉大家，这个再不恢复正确的教育，现在连小学生都在跳楼啊！我是3年前就看到新闻，上海小学生开学第一天有2个人自杀，压力太大。以前读书是乐啊，这违反常规啊，现在读得苦。这是3年前哦，现在我就不知道了。再不改善哦，以后连幼儿园，你看现在很多很严重的事情哦，越这个年龄越来越超前了，所以不显正呢，脱不了邪啊。我们有责任正，把正确的伦理道德、因果教育。在哪里做？要在马来西亚做啊，是不是？马来西亚的孩子读经读10年的大有人在，那是很好的基础啊。有这么好的基础，好人要做到底呀，送佛要送到西呀，是不是？是你们的责任哦。在这样的基础，赶紧把教之道归一传的学校办起来，这些孩子就能延续他的学习了。好，同胞们一起来，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情，多发这个3年，都勇猛精进自己的道德学问，这个缘很快就成熟了。什么时候成熟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其实哪有天机啊，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心愿的力量，叫虚空飞大，心王伟大。金刚飞剑，愿力最坚，所以人心愿的力量无可限量。而一个学校的硬体好坚，最重要的是软体的素质，更多的人发愿来承担这个使命，自然缘就长成熟了。好，
醒了，你真正发现好好学了，老祖宗会去找你的。好，我们看到呢，这些课程的安排啊，根据时事啊，春夏秋冬来来啊，必有正业。秋叫礼乐，冬夏叫诗书，而且这些编排啊都有道理，跟这些春夏秋冬的天气啊相呼应。退席必有去学，这个退席就是离开学校下课了，去学呢就是居家的学习，上课以外的用功啊，研究，不是下了课就把学问就抛在脑后了，不是这个样子。而这个课程安排当中啊，还非常注重基础的扎根，把基础先稳固，所以不学超慢。不能安学，这里提到的是学音乐，这个超慢就是安弦、弦子之类、琴瑟之类的乐器啊，琴瑟之类，那他得要先学扎弄啊，他的指法才会纯熟。指法成熟的弹乐曲才能弹得顺畅，这个叫基本功。学书法有指八法就是基本功，学唱歌啊，什么是基本功？我讲的没猜错什么对啊，那个都要唱得非常稳，非常准。这个基本功不学好，急于求精求成啊，到最后啊就学不上，就好像那个树根没扎稳啊，它长不大。所以人呢在学习的时候，最怕的就是集中不老实，扎基础。这个都是从基础做起。他学超慢就学扎弄。知法纯熟，就能够安正这些情绪。而这里指的是音乐。我们了解到，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音乐特别能陶冶人的性情。下一个呢，不学博弈不能安世。这博弈是广博的譬喻，因为诗经啊，它里面有很多的譬喻，这还有很多的常识啊，鸟兽草木这些名字啊，人懂得用故事用譬喻啊，就能。而且诗啊，诗教呢，它都是伦常的教化，所以会让一个人敦厚，性情温和，温柔敦厚啊，是诗教起的一个很好的效果。而且诗言志，很多诗啊，它把一个人的志向、情感抒发出来。所以一个年轻人学诗啊，真的抒发出来了。你看学诗的时候呢，他的情感指向也很重，很自然被引发出来了。好，
这样子学广博的譬喻啊，他就能够很好的学好诗经，然后还能够活用。不学杂服不能安宁。这个杂服啊，有两个意思。一个意思呢是指很多的礼服，因为在礼教当中啊，它有祭祀天，祭祀了很多神奇的，或者是家族的人聚会的香酒礼、婚礼、祭孔子、至圣先师的礼，这些礼都不同，穿的服装也不同，他能够了解这些规矩，他就能把礼教学好。另外这个杂服呢，也是服啊，是指服侍他人，就变成一个人他在家怎么服侍他的父长辈，在学校怎么侍奉他的老师，这些都要学习，就生活的杂烧应对进退，这是第二个说法，都是从这些生活上的这些规矩开始学习。不兴其业，不能要学。这个心啊，是指喜爱。这个意呀、不兴其意呀、这个意呢可以指刚刚的学操漫、学博弈、学杂耍、而且学这个东西都很丰富，它也不会很单调，这是喜爱学这一些东西，他就会很乐在其中了，要学。而且我们老祖宗很强调寓教于乐，这一些生活上的礼仪啊，一些规矩啊，都把教育呢含摄在里面，包含庆典，好像很热闹啊，但是所有庆典过程当中的这些仪式都含有教化人的意义，都是表感恩，天地之悦，对万物都有养育，都有照顾着，所以我们这个中华民族还是最受丰收了，几乎古生有水喝了，几何生时时啊，都把感恩的心提起来。那在祭祀的时候很恭敬啊，我们参与祭祀的老师就说了，在那个仪式过程当中啊，都是想着月神的恩德，一个杂念都没有。所以大家假如要修清净心的话，在祭祀当中，来我来祭祀一下，自己去感受感受，这些仪式呢，对人的教化是非常深刻的。我自己在庐江的时候，每一年的除夕啊，都祭万象祖先。每一次祭啊，都感觉得到祖先来了。就像孔子在《仲由》里面讲的：“如在其上啊，如在其左右啊，趁着灵啊。”只是我还没有功。
知道说右边是大顺，左边是尧帝啊，这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这些慈爱的老子都来了啊。所以在参与这一些教育的活动的时候，也会很欢喜，很有收获。那这个意思在延伸呢，这个意志呢，在儒家讲六义，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他在学习这些艺术的时候，他就是寓教于乐。我们看射箭，他是一门艺人啊。但是大家看啊，射箭要怎么才射得好？全神贯注啊！哇，人这个在射箭当中把专心致志、全神贯注养成，他以后读书、做事都有很好的态度啊。说一个孩子专不专注啊，就影响到他以后事业的成败，人心都定不下来。大家有没有射过箭？没有，难怪我们的专注力都没养成。这些这么好的艺术啊，没有成全。哦，包含书法，那写书法你一分心都没法写。你写书法，它的间架结构啊，你都要很敏锐啊，都让它编排得很整齐。这个敏感度、心态形成，做事就有章法，不会乱啊，都是锻炼自己的信心，提升自己的信心啊。音乐，大家弹过古筝没有？哇，你弹古筝还要整个融入那个音乐，心怎么都静下来？大家有没有驾过马车？一个人会驾马车不容易嘞，你驾一匹就已经快不行了，还要十匹一起驾，而且你要把它驾驭得很温驯哦，跑得很有默契哦。完了，你没有很高的修养，做不到啊！哪一次不听话，你就火冒三丈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就翻车了。所以这个都对信心啊，都是很好的锻炼跟磨练。好，那学这六艺啊，其实多半有乐趣的。所以从学这个六艺当中呢，来提升信心啊，叫由于义啊，依于人。请问大家，驾车是不是培养？是吧？啊，那现在没马可以驾了，有车可以开啊。同样的道理啊，你能不能在驾车的时候完全为车上的人着想？不要你一开车呢，所有的人在那里踩刹车，通通很紧张，那就不仁慈了。哦，或者你开车呢，踩刹车的时候啊，很没技术，一下子一踩都很大力，然后坐在你上面的人就是这样，刚吃完饭的就吐了。哎，真的呢，我们曾经遇过朋友呢，开车啊，说实在的，一个人踩刹车啊，踩得很频繁啊，每一次踩都很急啊，不会缓一点。当事人呢、啊、也很紧张，就踩刹车会踩得让人家晃来晃去的，他自己本身也是不容易放松的。所以真的哦，看一个人开车可以看他修养到哪里哦，柔不柔软呢，这可以看出一些端详。所以他踩的时候，他可以顾及车上人的感受，他就不会踩得很急促。
而且人开车的时候呢要看远一点，不要只看眼前那个红绿灯，稍微看一下前两个三个，心里有个准备啊，在应对的时候比较从容。所以这些艺人呢，也是同时在调自己的心呢。故君子之于学也。君子在求学的时候啊，这一段其实就强调学习要跟生活完全结合在一起了。他怎么学呢？常言修言，习焉有焉。这个焉呢，是指于是，就其实就是指学习了，就是他呢是把这些学习学问呢时时怀抱在心中，叫常焉。这个就像颜回的态度，叫德一善则全权复因而复失之。得到一个好的教诲啊，时时放在心上，绝不忘记了。修焉，把这些学问放在心上，一跟人相处了，马上修啊，就是修行，就是落实做出来。而且这个修就是用功，不懈怠。离开老师也是这个态度，叫发愤忘食，很积极的在修行。习焉，就是休息的时候啊，也想着这些教诲。我们那时候读书啊，盼啊盼啊，每次就是盼赶快放假，有没有？一放假，哇，先玩他个一个礼拜，玩个痛快，有没有？一个礼拜以后啊，这学问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。所以这个连休息呀、啊，都不忘这些好的教诲。中庸开始就讲，道也者，不可虚礼。我们学圣人的教诲、教诲。孝心可以忘吗？爱心可以忘吗？恭敬心可以忘吗？这些心境教诲是时刻不忘，而且时刻提起来。孟子讲，君子所以异于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君子和一般人差别在哪？他存心不同。君子是时时以人存心，以理存心。看大家的眼神好像不大熟。以人存心，以理存心。仁者爱人，有礼者敬人。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；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学问呢，就时时要爱敬存心。休息的时候也不忘这些教诲。游焉，这个游啊，我们常说读万卷书，行万里。
在这些旅游啊，到各地走走的过程当中呢，也在印证所学的东西。固然，他的一个学习态度啊，是常言修言，习言有言，他念念的都去领会、体会这些教诲，他一定会有很多悟处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所以夫是指发语词，没有意思。一般要讲话的时候呢，一开始用这个夫。然呢，是指假如他如此来求学的话，这个然就是如此的意思。他能如此的来求学，用这样好的态度来学习的话，所以啊，他能够故就是所以啊，安其学而亲其事，他很欢喜很安于学习这些学问，而且很喜欢去请教老师，可能把一些感悟告诉老师，把一些不明白请教老师。要其有而信其道，非常喜欢他这些同参道友，而且对所学的这些道理啊，深信不疑。而一个人对所学的道理能深信不疑啊，他一定是因为历行之后呢，自己很多的印证感悟，他的信心就越深了，信其道。大家相不相信爱人者人恒爱之，敬人者人恒敬之，还不相信呢，就是爱的太少，敬的太少。你真正去这么做了，确实不是。老子说啊，己以为人，己欲有；己以与人，己欲多。越为人着想啊，你越来越有。你通通给别人呢，你自己越来越多。大家相不相信？我这一点就反应就比较少了。我给他了，那我不就没了？哦，那你对老子这句话你就感觉不深刻了。哎，真的哦。你完全不为自己了，就体会得更深了。我的师长就是一个好榜样，他完全没有为自己想，全部施予给遥远的大众。他自己拥有的福报更大，达到什么情况？不需要钱的时候呢，没钱。为什么？钱放在口袋里，一来有重量，挺累的；二来带太多了，心情比较紧张。哦，所以财富啊，最自在的状况就是不需要钱，没有。需要的时候呢，要多少来多少，这是。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的目标，大家不要试看看。你试了，你才能信其道哦。就是你完全没有自己，没有自私自利，一切都是为大公无私，就能够体会到老子这一段话。说实在的，真正的发心愿。为往生继续选的人，他很快就可以知道这个道理。他还没做多少啊，走到哪人家都照顾啊。那不是越为人自己越多吗？是吧？所以我们发这个无私的心。
圣也，虽离世俗而不反也。啊，所以呢，他虽然没有在他老师的身边，但是他绝对啊不会违反经典，还有老师的教诲。所以越命越啊，上述这一篇越命说到尽训勿失明，绝修乃来。读原文为什么有味道？因为它每一个字呢，都是很重要的态度。我们看静，静重学音，训虚心受教，很谦逊。务，这个就是学习的决心，务必要这样下功夫。是把握时间呢，要及时啊。命，这个命就是精进，赶紧提升，鼓励自己，不可以懈怠，自己鞭策自己啊，命啊，精进不懈。我说每个字啊，都是重要的心态。绝修乃来，这个绝字在这里是。所修乃来，其修乃来，就是我们这样去下功夫了，就能真正把学业学好。所修之业乃得完成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其实则为乎？我们接着呢看下一段。这一段呢是指当时候有一些不理想的教学状况，让这个教学的效果不彰。什么情况呢？今之教者，现在呢有一些教学的状况，教学者的情况，生气沾地。这个字啊，念沾，它是这个竹字头的假借字。它原来的字啊是这个沾，好，它是假借，它是沾的假借字。原来是这个字。沾壁啊，其实就是指书简。我们老祖宗造字啊，他依照六个原理造字：象形、字势、会意。行身、专注、假借，这叫六术，六种啊造字的方法。刚刚举的这个是假借过来的字，它的原字是竹字头这个沾，所以他们是算相同。这句话指呢，这个、教学者啊，就是只是读着这个书本，这个声呢、啊、是指吟诵啊，就读书，多其睡言啊，这个字念睡，没有卷舌啊，睡。我们刚刚有强调，因为这个大学里面的孩子他已经16岁了，
像小孩子，你要给他讲一大堆规矩道理，你要让他好好的去涵养这些学问，而不是像填鸭式给他讲一大堆，反而把他的木门给堵住了。所以这个多积顺言呢，就是老师话太多，很啰嗦，讲一大堆，告诉他一大堆话，没有等待呀、这个学习者自己呀、去涵养、去领纳。刚刚我们讲说，思观而弗语，存其心也。多观察他，不要急着把很多道理给他灌进去。慢慢他自己有悟处了，跟老师一探讨，再把他的这个悟处啊，更加的深度广度，把它打开来。好，接着呢讲到啊，其余所经，这个是念所，有卷舌的。这个所字呢，就是跟这个字呀。集于受经的集啊，就是集集，都是很集啊，就很急于让他受经赶快进步很多。其实啊，孔子讲欲速则不达，我们要了解啊，教育跟生产产品也不一样。你看那个制造业啊，东西你都把它放好，咔，产品制造，咔，产品就出来。请问大家，人能不能这么制造？不行啊。所以啊，我们误解了人的学习状态。我们现在连人都当产品。数学给他灌什么，英文给他灌什么，灌好了他就要出来一个成绩好的孩子，有没有？好，请问现在出来是什么产品？其余所经，就一下就要达，让他达到那个所谓的标准。英文是什么标准？数学什么标准？这样子教啊，第一个跟不上那个标准的人会怎么样？觉得是坏学生啊，觉得这个没有发展潜力啊，然后被贬到后段班去啊，就被否定掉了。人呢？行行出状元呢，有没有说考英文100分出状元啊？哪有说所有的人都要会考英文？你哪一个行业要去干的时候说，来，把你的英文成绩拿出来。所以我们本身那个教育的思考就不是很妥当。教育出来的应该是行行出状元，结果现在教育出来是要考高分的，那考不到呢？补习留下来一张考卷，一考再考，学生应记这些东西啊，考出来那个成绩有什么意义？你吃不下，硬给你塞进去会怎么样？吐出来嘛，这很正常的嘛。所以我们都只看眼前，反正你这一次给我考的考到几分就对了，
真正数学英文都考高分的人，他优秀了吗？他星星啊，我们没关注到，一直压他，他得失心越来越重，他对分数特别看重。哇，考试少考两分啊，哭半天。我就是其中之一，这无形当中啊，那个心理素质啊之差，还有输不起。其实说实在的，那个成绩比较差的哦，还比较不容易自杀。那个成绩都是第一名、第二名，反而自杀率比较高。所以大家想，谁比较危险呢？哈，人有时候都看不清楚，反而是那一些看起来很好，事实上内心已经生病的人比较危险。这个都是没有按照自然的方式因材施教，急于求成的，都会产生很多状况。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时代的人，几个人心理健康？成绩不好的就觉得自卑，不然就要离款；成绩好的就傲慢、骄傲、嫉妒。就找不到几个身心健康的。所以这个都值得我们深思。大家有没有观察过？学习成绩啊，到某一个年龄啊就上不去了。比方他初中成绩很好，高中不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那个硬压硬吸啊，都饱和了，机器有点故障了，升不上去了，那是极限的。但是很奇怪，有另外一个现象，初中高中不读书，爱我人，但是啊心理还算健康，被老师打屁股还笑一笑，他就是不开窍不读书。可是啊出社会工作几年，想读了，一读啊，哇，读的成绩不错，那后来还拿个博士学位的。所以每一个人开窍的时间不同，怎么可以把它当产品这样咔咔的？哎，真的，我感觉啊，现在很多那个真的思维啊，都是把人当机器。哎呀，工作五天了，不行了，机器要休息了，所以要放假休闲一下。哎，人假如是用服务的心、爱心去工作，他就乐在工作嘞，哪是那个逻辑呀？啊，人六十岁就没用了，要退休了，你真的把人当机器一样啊，用旧的不行。所以现在太多的思维啊，都是真的不把人当人看啊。人是活的，智慧跟经验应该越来越提升啊，越活越值钱啊，不是，越活越价值啊。所以一个思维的错误啊，对整个社会人心啊，都造成负面的影响。所以现在老人好像他走在路上就特别紧张了，感觉好像年轻人觉得他没用了。这些都无形当中教育的错误。假如我们都是教育老者有智慧啊，老者为家庭社会奉献最多啊，那年轻人看到老人，哎呦，赶紧给他挖宝啊！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到那个庙口啊，都是听那个老爷爷供。
讲很多历史故事我听呆了。他有学识啊，引人入胜。年轻人都把他的这些学问技能把他学下来传承下来。老人呢、啊、只要有年轻人肯跟他学这些经验智慧啊，高兴的不得了。好，所以假如这么着急应灌输很多的知识，都没有顾及到学生有没有吸收，不顾其安，他已经学得很痛苦了，那个心都不安定了。这个安呢，也可以用跟前面的相呼应了，就是太急于求进度，急于求成，他的学习就不能安学，不能安定，不能安适。因为学这些东西都要扎基本功啊，你很急啦，基本功都扎不好。所以现在很多学习，比方说学古琴、古筝、学书法、学这些学问，怕的是什么？功力。一讲功力啊，就陶冶不了心情。有一些学教书法的，学三个月，保证让你比赛得名，要不要？哎呀，得名啊，多疯狂！真正学三个月得名的，他学到什么？他学到一个渴望，有没有学到心灵的提升？涵养心情。没有可干什么？好看、啊、看多久？我不知道，但看不了太久。而且第一个，学习者不会启发从内心的喜悦，反而觉得呢很难过、很难受，烦死了。硬是要他赶快能学成什么结果吗？不自然，叫揠苗助长。我们曾经看一个报道，一个学钢琴的女孩得了第一名，哇，那个记者，因为那是比较大型的比赛，那记者就问他，哇，你得了第一名，你现在最想要的是做什么事情？他可能想说拿第一名，他妈妈一定给他钱啊什么吧。就问小朋友你最想做什么事，那个小女孩板着一张脸，我最想把我那个琴给砸了。大家想一想，这个爸爸妈妈拿了一个奖状，最后孩子是想把琴给砸了，请问这张奖状什么意义？有没有意义？有，面子好看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女儿的第一名好看多久。人现在真的是自顾眼前啊，顾不到自己的心，也顾不到孩子学生的心啊。他幸不幸福啊，是他的心决定的啦，不是他外面有多少学历、多少外在的条件决定的啦，是吧？是啊，这个要冷静思考。我们教育这个孩子，不就是让他走上幸福人生？他的心都病了，他怎么幸福啊？所以不顾其安呢、啊，他越学越痛苦了，越学越不扎实了，越学越浮躁了。使人不由其成。在教导的过程当中啊，这个老师的态度啊不够真诚，可能呢、啊、有好恶的心，看这个学生比较顺眼啊，对着他都笑笑嘻嘻的，看
学生有点不高兴了，就板着一张脸，这就不真诚了。那学生就会感觉差别待遇啊，这很难，心里很难受。教人不尽其才，没有了解到学生的才性，没法因才生教。所以这一段呢，其实都在强调一个教学者的修养，跟他教学的态度，还有他的方法得不得当。另外有一个说法呢，识人不由其诚，是强调在阐述一个道理啊，没有办法通透呢，让学生能悟到其他的道理，就他的引导能起到举一啊反三的效果，让学生能旁通。教人不尽其才啊，这个强调呢做事的方法，应该是让他会做这件事啊，再把做这件事的道理能旁通到用到其他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教的人呢、啊，不能有这样的这个学问功夫啊，就达不到这个效果。学一样才会一样，做一件事才会一件事，这个教的就比较失败。但是假如是这样啊，有时候看起来他是学一样好像会一样哦，可是他反而是不会变通哦，就变固执了。好，所以其师之也备，这个师呢就是指他施教给予孩子的教育啊，违背了自然的轨迹，违背了正确的心态，违背了教学的这些顺序，你要由浅而深，由易而难，你不能一下子急于疏解，让它消化不了。其师之也备，其求之也辅，对学生的要求啊不合理，这个也辅跟提手旁辅字相同，它也是这个提手旁辅字的假借字。辅然，假如教学者怎么教啊？这个然就是假如如此教，会产生什么结果呢？故，因为这么教啊，所以因其学而及其事，这个因就是痛苦，把学习啊当隐患，他很担忧，哎呀，怎么又要学？因其学而及其事，这个及是怨恨他的老师。苦其难而不知其意，苦于学习的困难，而他这个难里面呢，还包含就是他都搞不清楚，没有办法明白，都堵塞住了，他就觉得很难读，很难学习，而不知道学问的益处，不知其意，虽终其也。这个终啊，是指读完了课业就像我们现在虽然毕业了，业是完成的功课，完成的学业，其去之必数，所学的这个东西啊，很快啊就忘了，就丢掉了，甚至于是呢，
看都不想看了。大家看到这一句的时候，有没有心有戚戚焉？我每次有注意到那个大学联考最后一科考完，钟声一响，考生一出来，把书包唰解放了，就从那个山头石头就丢下来了。这个叫其去之必书啊，因其学而其其事啊，苦其难而不知其意啊。所以教之不行，教育啊不能够有很好的成就，这个行啊是指跟魔行的行是相同的啊，成行啊。没有不能成型，就不能产生好的效果。其次则有乎，可能就是因为这些情况，所以教育不能达到好的效果。所以教育之所以不能达到好的效果，重要的因素，第一个，教学者有没有以身作则？我们自己没做到要求学生的，那也不符啊。教学者心态正不正常？方法得不得当？教育者呢，有没有无尽的爱心？不然教一下，学生不受教了，他就生气了，就不教了。就放弃了，那这个心态就不对了。所以一个教学者怎么评判他好不好呢？他修养修身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评判标准。所以老子讲，圣人常善救人，故无其人。常善救物啊，故无弃物。好，给大家写一下。常善救物，故无弃物。所有读书人呢，都是以惜身惜贤为志向。那我们要学习圣贤人呢，他是对一切人有爱心，不放弃任何人。所以我们教育工作者有放弃的，就违背了我们教育的心态。好，而在一个学校里面，对于成绩好的不好的，应该要一视同仁去爱，这个心是对的，是有修养的，学生也才学到德行。假如老师对成绩好的好，忽略成绩不好的，心态错了，所有的学生都学错了。成绩好的傲慢，成绩不好的自卑或者怨恨，不认同老师啊，烦老师啊。一个人会反父母烦老师呢，以后他就会反社会。所以老师的修养直接影响学生正确的心态。好，我们接着呢，这一段呢是教学的四种成功的方法，跟六种啊失败的方法。这对一个教学者来讲呢很重要，他要明白。这我们也顺便对照一下，我们自己所用的方法是不是跟正确的是相应的。大学的
教育方法，敬于未发之为爱。这个敬呢，就是发之；发呢，就是指他的一些不好的欲望，在他还没有发出来的时候啊，就懂得先把它导正，长他的善。他就不会产生这些坏毛病，这个叫预，预就是预防法，就像医学一样，还没等生病就先预防，他就不会生病了。我们之前有提到，君子有三戒，少之时血气未定，戒之在慎。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动；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。那得就是要去贪心啊，斗就是要去傲慢，去跟人争斗的心啊，跟人比高下的心啊。戒之在慎，他就要正气啊。被邪气所牵了。好，那我们从小孩子的心态就要能不贪生，然后呢不贪心，不患得患失，不跟人争，跟人斗，那从小呢就懂得让，懂得知足常乐，懂得重德不重色，懂得天道或饮最素，那个不洁身之爱淫乱的人呢，他的祸患很快就到。这个都是让他明白道理啊，不敢做，这个都属于敬于未发之为欲。尤其我们刚刚讲的生于死，这个就很重要。在《弟子规》里面很强调敬于未发，可以说啊，从心地上讲呢，没有一句不是敬于未发。比方父母父一无分。敬什么？敬不恭敬啊！你这个不长他的恭敬呢，他不恭敬就来了。爸爸妈妈叫他在那里拖拖拉拉，这个就发了。至关处有定位，算不算敬于未发？算了。他还没有养成这个东丢西丢的坏习惯以前，就让他养成好习惯。长善就是敬于未发。尤其啊，《弟子规》里面堕闹常，绝勿敬；非圣书，秉勿视。那个用绝用勿的，就是很严重的，你一犯了就麻烦了。这个都属于敬于未发之为欲，当其可之为是，这个属于啊机会教育点。比方一个人小的时候啊，他的精神特别集中，这个时候啊，你要让他多背着一些圣贤的经典。这个时机错失掉了，等到他20岁了，成年了，他的思想比较不集中，这个时候要再背啊，就不容易背了。像我们30-40岁再来背，容不容易啊？辛苦啊！不过这个时候就不要想辛苦。这时候还是要想一句精诚所至。
但是你已经有了先生了，他也是五十岁才背的，背得不亦乐乎。现在请，但是你先生讲话呢，他以为老子说上善若水，他背得很高兴啊，对这些道理记得很清楚。所以障碍啊，还是在自己的心。这个是谈到的什么时机点，他学的效果特别好。另外一个呢是机会点出现的时候，比方说呢，孩子刚好不会，那你可以协助他；刚好犯错，你可以教导他；刚好患得患失，心情不好，这个都是一个机会。所以会教育的人呢，对他来讲没有一件是坏事，他可以透过这件事教育自己，教育别人。烦恼跟觉悟啊，是一念之间，能够引导到他的觉悟了，那这一件所谓的坏事就会成为他一辈子的最重要的定力，甚至也会成为他去定力别人很重要的一个经验。可是当即可这位师，不临界而失之，这位训，这个临啊，就是不逾越，不超进度，能循序渐进，这个节呢，就是戒度分寸，而且说实在的是，每一个学生可能都有差异，他的这个吸收能力啊、理解力啊都不同。刚刚前面那一段就是没有顾及他的吸收状况，急于肃静而不顾及来，所以这个训呢，就是渐进法，循序渐进，是吧？考虑到他的年龄资质，然后教材啊难易适中，不要一下子教太难的。相关而善，则为谋，他互相观摩，互相效法学习，这个叫摩，叫观摩法，叫互相切磋。这个摩字呢，有切磋的意思。此四者，教之所有心也。这四个教学方法是教育之所以能成功的道理了。那这是方法，方法一定要跟什么相应啊？心静哦，心行一如。不然方法很好，但是心没到位啊，人家还是很难接受。所以静于未法是完全为他着想的心，不是变警察哦，哎呀被我抓到了，还是那种强压哦，反而会反效果。当其可之为师，那是都是爱护他的心，在那个状况出现的时候，很柔软的去协助我，然后引导他。假如很浮躁哦，虽然学生犯错的是个机会点，你桌子一拍，你又来了，那这个机会点就没有。不临界而失之啊，是一个教育者要放下急于求成的急躁的态度，才能不临界而失之。相关而善，老师自己要有时时跟一切人事物学习的心境，才能带动孩子相关而善。所以这些都跟一个教学者的心境修养